他懒得换，要看这个待转机车精准往圆山饭店。我骑错路了。好像都没有机车的指示牌，对，机车停车场的指示牌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就是我们。好，我们要到了今天的地方。这边不可以右转，要停在这边这个小洞洞。圆山饭店之机车请之待转，然后这边有写待转机车请准往圆山饭店，然后看旁边，这边有一个往圆山饭店的专用灯号，我想要去这里，但很奇妙的哦，这个地上全部都是进行机车。所以我们应该是从那边上去，在这边待转，穿越这边过去，好奇妙哦！好，10、3、2、1，我们要上去喽！大饭店，那种朝圣的感觉。骑这边对吗？哎，机车车道。对，机车要停哪里？要卡关的啦。阿北从那边来，这边很烂的。我觉得我们要出去了。现在要到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可以吧？因为站太复杂了。请问机车要停哪里啊？骑过去就可以。嘿，好，谢谢。他说这边要往边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骑机车要这么远？在那里，哇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天哪，太坎坷了吧！那我们还要绕一圈再上去。对，我们要走上去，我们要停这边。好，找到位置了。停车场。OK， 一个停车场找到了。到了。终于到了，花了很久时间才找到了机车停车场，我们要进去了。这个是我们刚刚进来圆山的入口，然后这个是圆山饭店。再转过来，这边是一个单行道，是汽车不能进去的，所以我们等于是从门口，然后要绕圆山后面一整圈才能到机车停车场，就是这么坎坷。Let's go， 终于可以去 check in 咯，好可怜哦，骑机车只能停在很远的地方再走上来。哦，前面有夜景哎，看他们的接待人有穿制服，好可爱哦。哎，可以请问一下，那个机车进来的话，一定要绕这么大一圈吗？他们还有像明天会大，对，好，在那个坡道下去那边。哦，但是好像都没有机车的指示牌，对，机车停车场的指示牌，好像没有。对，我们主要是有找到这个问题，有，但是本来找不到，刚刚找不到。那我就帮你们那个，不用干，他弄上去，谢谢你。那刚刚我们有先问了，就是要怎么下去？那饭店门口右手边，单行机车。
靠着右边就可以看到红绿灯，然后经过牌楼，靠右边走。哦，有机车车道。这个机车车道，刚刚那个先生是说以前是没有机车车道的，是到民国70几年之后才开始有特别设计。然后这个红绿灯呢，以前有很容易发生车祸，是在2022年10月才开始有设这个新的红绿灯，这个又是一个专用号子，跟昨天那个很像。然后跟着他们走，靠右靠右，一直靠右。哇塞，那如果刚刚左转又是那个，又是到汽车道，有多恐怖？